全球每年生产的塑胶制品总共高达4亿吨，没错，非常的多。但是这其中只有9%是可回收再利用的塑胶制品，所以我们想邀请大家一起来做减塑的活动。那什么东西是一次性用品呢？一次性用品就是指用完一次就丢的东西，像免洗餐具、吸管、保特瓶、塑胶袋，还有塑胶碗，全部都是一次性用品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我们可以用什么东西代替呢？就是环保用品，像环保袋、环保餐具、便当盒、水壶都是，然后还有碗，都是环保物品之一。这次的减塑行动，我们和校门口对面的早餐店 Corner 早餐店合作，都是可以做环保，还可以抽奖。那我们要怎么抽奖呢？如果你有带环保餐具的话，一拿海报旁边的圆点贴纸，然后二拿起旁边的记忆笔，把座号写在上面。例如6099，然后呢，最后再把圆点贴纸贴在这个贴纸粘贴处上面，就可以参加抽奖了。然后我们会不定期的举行抽奖活动，总共会有4次。我们的活动期间是从明天开始到6月10号。然后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直接找资优班来问，或是我们这些学生。然后这些我们会放在资优班门口和早餐店内。下次也可以来抽奖哦，几点？下次也可以来几点哦。我们一起来减速，我们的地球，我们来守护。